得到，看得到，哎，看到哦。好，先看看。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是敏捷的生存术啦。然后，大家或许知道，说我过去跟 Terry 其实在同一间公司，就是在 JAB。那 JAB 其实是一个在国内还算蛮大的 e-commerce 的云端服务团队。然后我很荣幸能够加入 JAB，因为我其实也学到很多。JAB 的，这不是来帮 JAB 做广告，但是 JAB 它的成功，还有它很多做事情的方式，包括管理的哲学等等，的确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蛮大的学习。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视纪律跟交付的团队跟公司，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获益良多。我加入他们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大概仅仅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我真的学到很多。那所以我想第一个 slide 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但不管如何，曾经遇到的、曾经经过、曾经学习过的，那每一步都不是浪费，尤其是对 product owner 来说，因为你每次的 sprint 或许你会有成功的时候。团队或者是跟你讲说有成功或是有 fail，不管什么样的结果，你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其实那都是一个学习，那都是一个下一次再让产品，不管是产品也好，团队也好，更精实、更有价值的一个不一个一个一个经历。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说，PO 到底他跟 run 一个部门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我在91的时候，91给了我非常大的空间。我这个 PO 其实是，在产品管理的办公室里面，其实算是一个相当可以运筹资源的角色。这个也非常感谢 JAB 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所以，我其实可以去挑选我的人，然后我在团队里面，我其实可以挑选人，我希望什么样的成员加入我的团队，我可以去决定很多，也许在其他公司不容易决定的事情，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机会。那作为一个 PO，那通常他故事会这样演哦，就是你会经历很漫长的面试过程，然后在我们学我们因为我们学的是 Agile，然后我们用的方式也是 Agile，那于是需要有一间公司或是有这么一个人，他 appreciate 我们的经验，那我们视他为伯乐，对，那所以我说这个伯乐我是没有用错字的，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过程，然后这个 PO 就上任了，那我相信每个 PO 在上任的时候，其实都觉得自己可以开始对敏捷的产品，可以用敏捷的方法去做一个产品，会觉得非常兴奋，然后也会非常非常的有很多的期许，对自己、对团队来讲都是一样。那种兴奋的感觉，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哈，尤其是一个 product owner。然后我当初拿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也是充满了悸动，应该这样说，我恨不得我能够马上去上班，因为我从确定我被 hire 一直到我能够去 JAB 上班为止，我大概中间隔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那在那个时间，我不断的去研究JAB 他们的产品，他们的包括认识里面的成员啊，包括 manage，包括成员，包括我未来的 team member 等等，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我上任了。但是我给所有 product owner 在接这个工作的时候，不管你是去接甲方或是乙方，
你接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先冷静一下，然后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说，公司其实请我来到底为什么？然后它背后似乎有个动机。我这里的用字或许比较暗黑啦，就是说，我们觉得是伯乐找了千里马，那我可能是千里马，但是在伯乐的心中，可能我们真的不是千里马哦，因为我们不是伯乐，我们不知道 hire 我们的人他面临了什么样的困难。也许在面试中你会知道一些些，但是那个是九牛一毛。那伯乐想要找来的人，可能是千里马，可能是非常有才干的人，可能非常懂 Agile Master，非常的能够用 Agile 的精神去开发产品。或是帮他辅助他完成一个产品的人，也有可能他只是请你来，要完成，对，完成他不熟悉的事，或做他不熟悉的事，这个是在 Product Manager Office 很常出现的一个状况，尤其是他可能不熟悉这样子 Agile Product 的开发方式，也未必认同。但是在潮流的驱动之下，在公司的氛围之下，或者是等等各种的因素，那他决定采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于是，一个 product owner 就在一个 product manager office 去被 hire。那所以我们需要搞清楚哦，我们被 hire 进去到底，我们是要进去打全垒打，还是必须要扛牺牲触及？那这个在被 hire 之后，每个 product owner 其实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样子的氛围跟状况，跟解析整家公司的情况，还有产品的状况。那诚如我刚刚说的，很多我们的伯乐，可能他在遇到敏捷的时候，他经历过的、他认知的、他所学到的，跟我们所理解的可能是两件事，这其实是 common sense，就是我们面对每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都是这个样子。那在敏捷上面为什么特别，尤其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敏捷就是快，可是我在台湾当谈到敏捷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觉得敏捷就是因为台湾其实超级敏捷。我其实不止一次这样讲哦，就是我们台湾人其实超级敏捷，而且我们对于机会的掌握其实是非常非常快速的，这是深植在台湾人的本性里面，然后跟做事的方式。那哪里有机会，台湾人能够很快的 catch，然后很快的转移，但是所以，在台湾推行敏捷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某种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拉回的动作，就是说，借由敏捷的 time box 跟许多的 ceremony，那可以某种程度会把台湾人走太快，面对这种事情变太快的一个方式稍微拉回。台湾人其实相当的灵活。可是，在很多老板心里面，就算已经快了，执行力非常强了，但是可能很多的老板，很多的 CPO 就是 Chief Product Officer，他心里面可能在想的是啊，我可以怎样更快？我可以怎样用更少的人去完成产品？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去卖得更好？那去更快的让我的产品去接触到市场？所以这个其实，在上任的时候，不是在面试之前，我相信在面试的时候，可能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讲清楚。可是，在刚上任的前3个月，一定要想办法了解清楚。而且你在上任的时候，你心里面给自己的期许，或是公司给你的压力，可能很大，所以你要尽快缩短去了解这个背景的时间，然后尽快的去探索到底在 management，在同事之间，认知敏捷跟敏捷想要达到的 business desired outcome 到底是什么？就是那
我自己本身在那个时候遇到的状况，其实是我刚上任的时候，这是一个资料团队哦，就是 data service 的团队。那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能够开发出云端的资料产品，依据各种资料能够做出的产品。那所以我的团队里面其实有 back end 有 front end，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部门主管，我带 data science team。那我有很多很有才华的 data scientist 在我的 team 里面。那在这个 data service department 跟 data service 的 product team，我也很骄傲，就是我能跟 JUnit，我相信是最有才华的几位同事一起共事，像 Sean 啊、Timothy 等等之类的。这个 team 非常的有才华，有前端工程师，有 front end、back end，也有 product manager。然后我本身是在 product manager office 里面其中的一员。那我有 data engineer，然后我为数不少的 data scientist。怎么看我都觉得是前景大好，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好手，然后非常的有才华。我花了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观察他们怎么 co-work，彼此之间怎么 co-work，就是在上任之前。那我也非常非常欣赏他们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处事的方式跟态度，还有那个灵机一动就能 come up with a lot of tech，很多很多很令人惊艳的技术来解决许多的问题。但是我发现了一个让我觉得可能很困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竟然没有 Scrum Master。你知道，各位知道，其实，在一个充满才华的 team，会有很多的看法，很多的想法。然后，我身为 Product Owner，其实我觉得 Product 开发一个完整的 Product，其实不是我的事而已，它是我跟 Product Team 整个的事情。对于 Product 的走向跟发展，我觉得也许我是对很多 stakeholder，很多对 market，或者是对很多的 customer 的 interface，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跟 development team，跟我团队的所有成员，其实是一起来决定这个产品的走向。但 Scrum Master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我们彼此之间立场不同、意见冲突，或者需要有共识，不断往前走的时候，Scrum Master 的角色，那个超人的角色，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整个团队的运作会更好。但我发现这个重要的角色是个稀缺资源。虽然公司有 Scrum Master，但是不容易安排得到他的时间跟资源来帮助我们这个团队。于是，我这个 Product Owner 我就只能硬扛。那在一开始硬扛的时候，其实你上任的第一天，你就开始面临到整个 HR Team 的 Sprint 的，其实 Sprint 就已经开始运作，从 Product Planning 开始你就不断的去接触了。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经过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说，哎，我们这个产品团队的 Spring Goal 都很 vague，就是在我还没加入之前，这个就正式成为他们 Product Owner 之一。我觉得我们团队的那个 Spring Goal 其实是非常的 vague，我们不断的在交付很多不同的项目，然后也许都跟 data 相关，也许都跟 BI 相关，也跟 data scientist 他们的分析相关，但是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产品的主轴。就是我们回到这个团队原本被赋予的角色是要去开发一个适于这个市场的客户他们所需要的以产品为中心的资料为中心的产品。
但我发现其实为什么好像似乎一直没有在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才发现说，哎，我这个数据团队，整个数据产品的团队，竟然是一个 CRM 产品的一个附属团队，它并没有，整间公司其实并没有明讲这样子的态势或是样态，但是这个产品团这个 data product 的 team，其实它衍生就是从 CRM 的团队里面去衍生出来的。那所以我在那一刻我就有了解，原来我们一直在开发的其实是跟另外一个产品有着很深入连接跟很深入很密切关联的一些功能。那这些功能其实组起来未必能够成为一个完整产品的样貌。那这，或许你可以说我比较迟钝一点，但是我是进去之后我大概花了一个 spring 的时间，我才慢慢慢慢能够体会到这样子。那一个 spring 是2个礼拜哈，这个团队在开发产品时候的有一点点。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味道，那但是我有点，他那个感觉就是这个 team 其实是一个 special up，就是一个那叫什么，是一个 special operation team，里面的人都是天赋异禀，但是就是为了解决某个产品上面特定的问题而因此而生的一个团队。那我觉得这个进来，其实产品会这样子走，或者是很多事情会这样子发展，其实其来有自嘛。那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产品为什么这样发展，这个源头为什么会这样子跑。固然，CPO 就是我们的 Chief Product Officer，我们的产品长，他有对全组织公布一个他的产品的架构或是蓝图，但是真正它的这些产品在做什么，然后它 support customer 在哪个 function，然后它的 desired business outcome 是什么，其实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那包括跟我平行的其他产品团队为什么这样子组成，他们各自负责的任务跟各自负责的功能，彼此之间每个平台产品彼此之间互相串接的那个复杂度，跟互相协同合作的那个默契，也都是很需要花时间去理解的。于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共生关系啦，那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去好好了解 CRM 这个，我们在主力开发 CRM 这个产品的团队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我自己本身其实导入，帮很多大型企业、大型的财经公司，或者是大型的软体公司导入 CRM 这套软体，其实很久了。那我对 CRM 这个产品其实不是陌生人。过去我在甲方，就是我在台湾叫甲方嘛，我在甲方其实多半扮演 RABA，或者是很多策略规划的角色。那所以，我对这些产品其实有一定的理解。那我非常非常 I admire and respect，应该就是说，我很佩服，在一个汗牛充栋的市场，就是这个产品这么多的那个市场，还有公司愿意投入资源，能够有那个勇气去挑战这个市场，去想要试图做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那在我深入了解这个产品，我们正在开发的产品，它的发展跟进程，还有它的一些功能之后，我就有点惊讶了，因为它的产品规划跟方向，还有跟满足的 business 需求，其实跟我们主要的客户的需要其实是大相径庭的，就是这个。我有些细节我或许不能讲太多哦，但是
我觉得在一个电商市场，然后客户需要的 B to C 的一个 market，那他们需要服务客户的东西可能会相当的多。那但是 CRM 主要能够支援的 business outcome，其实已经有一些在市场上面已经有个 default 在了。你就好像防毒软体，你会期待你今天装了一个防毒软体，你能够阻挡很多病毒，勒索病毒。那 CRM 来讲的话，它其实说我面对了。我这个品牌，我面对了30万、40万、50万，甚至上100万的客户，我希望能够好好的记录我的销售人员乃至于我这间公司跟客户互动的状况，然后更进一步从中间去维持客户的 loyalty，然后我能够更进一步的对他做后续的行销，甚至关系的维护，然后让他继续对我这个品牌保有兴趣，可以去发展。那也许是对这个产品，或是对其他产品、竞争产品的研究，或许有点仓促。那我觉得这个产品在开发的时候，以那样子的资源来说，在 JUEP 的生态系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主流、这些我们的主要的大客户，其实多半都有配合的 CRM 产品正在使用，那我们这个产品在开发，必须能够弥补他们目前正在使用产品的不足，并且让客户在 JUEP 的电商平台上面能够得到额外的效益，那才是 CRM 产品的唯一的出路。于是，因为我是内部人嘛，所以做了很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产品规划的文件，跟可以去访谈到很多其他团队的 PM，甚至直接跟对方的 PO 去了解、去谈，那所以可以了解很多的细节。那我得到我做了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我蛮惊讶的，就是它的发展跟它的方向。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小的冲击。那因为我就会想说，我既然加入了，我是团队的一份子啊，那我赶快把我知道的东西赶快跟团队分享，赶快跟我的 CPU 好好的聊一聊。然后因为毕竟是他一手规划的 baby，那我该怎么做呢？于是我拿出我过去在大型企业的本事，然后我用相当多的功夫跟资源去获得市场的分析报告，也实际的跟一些我去救火过，在我其实刚上任第一个礼拜，我就去有些比较知名的客户那边救火了，就是做一些沟通。那也借这个机会跟他们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同时也了解他们手上到底用什么样的东西，用什么样的产品在帮他的品牌做事情，然后，彻底的比较了 gap，然后把这个东西跟与我一起合作的 partner manager 分享，然后跟产品团队分享，跟 CPO 好好的聊一聊。那这个过程其实是颠簸的哦，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新人初来乍到，然后但是整个团队的发展，整个不管对团队在做的事情，团队其实是 frustrated，就是团队其实本身很，你知道团队的氛围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一直在解 bug，一直在解不知道从哪里天上飞来的很多的 defect，然后还有不是自己在 own 的产品，但是必须要帮。因为这个产品开发还在开发的阶段，有很多功能尚不足以满足客户需求，而必须做的一些 compensation。那这个团队一直不断在做这件事情，我也相当的无奈。虽然我知道这些事情，然后但是我必须依据这些规格跟这些需求去开去 prioritize product backlog 跟写 user story，但是其实团队是
士气是越来越低落，然后当你士气低落，你方向不对的时候，就是你方向有疑惑的时候，不管哪，在这个团队里的哪一个角色，其实没有人会是舒服的，包括我。那我终于决定摊牌，就是这个其实在经历了3个月，然后我其实还蛮后悔，我没有更早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就去。摊牌就是彻彻底底的，跟我想要把我想要彻底杜绝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产品的团队，因为不是我们的产品，我们并不做这个产品，我们也没有参与，我们这个团队其实也不参与这个产品相关的产品规划跟产品的计划，那。等于是一个就是做修补的大队而已，或是弥补跟修补的大队，这样子对我的团队来，对我们这群人，我们这一群团队来讲不公平。那于是我就摊牌。那摊牌，毕竟一个新来的菜鸡要跟在这边经历丰功伟业，然后建了一番基础的产品的 PO 跟。去做协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然后我因为不的那些分析，然后跟那些报告，还有那些说法，其实某种程度也挑战了在已经在这边立足了很多人，立足了很久的很多人的思维，这样子。那。就算要挑战，我必须要拿出具体的实力，要具体的方向啊。那要该怎么做？于是我跟我的团队一起去思考，就是标准的 product management 的那个方式，跟大家讨论从内部环境、外在环境跟确，然后市场的走向、我们客户的特色跟需要，去做彻底的恳谈。然后做出团队共识，于是建立我们真的要做一个以资料为中心的产品，来辅助我们的 e-commerce 平台，能够让客户在用我们 e-commerce 平台的时候得到额外的效益跟获得更多的价值，于是他们乐意把我们绑在一起，继续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做生意。那我打算怎么做？我用 Agile 的 mindset 带着团队一起讨论，然后我们去 survey 很多其他的云平台，然后甚至可能的可以被使用的元件，我们想要快速的做一个 prototype，然后快速建立 prototype 之后，由我去跟很多。包括 sales，包括 marketing，包括 请 sales 引荐我们去其他主要的客户，去跟他们聊聊，就是说，那有没有机会用这个 prototype，那来看看对他们有没有帮助，跟我们一起合作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想要用其他的云平台来快速的组建软体？是因为 JApp 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他们希望，这个产品是我们的工程师一步一脚印去开发完成的，因为是我们有 ownership 这样子。那我觉得，JApp 的工程师绝对有办法做到，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这样子的能力。以我的了解，他们也绝对有这个本事。我觉得他们是世界级的工程师，Be honest with you。那他们非常非常的棒，我对他们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一点都没有怀疑。尤其我过去在加拿大待了一段时间，那我看工程师跟他们做事的方式，我对他们是有信心的。那但是为什么我会甘冒大不韪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快速带着团队取得成果。那取得成果之后，
取得成果之后，在一个竞争环境这么强烈的市场，那我必须快速找到我的 product market fit。那我在很多的客户都已经现有非常棒的产品在运作的情形下，那他们到底还缺什么？我必须要快速了解。那这个东西不透过很快的 prototype 执行这个 prototype，然后把它建起来，然后快速的去跟，而且是可用、有一定 quality 的这个产品，赶快让客户去使用，赶快得到 feedback，没有办法去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或者是甚至在每个月都能够有 release 跟收敛，然后不断的去 move forward。那这其实是非常需要做的。那在我一意孤行的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被要求修正路线了，因为其实产品团队来说，Product Management Office 可能还是希望说，哎，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产品。他们所谓完整的产品，就是说在同样的平台框架下面。一个很大的架构下面，里面的其中一个功能，但是在我的思维里面，云端的产品其实每个平台应该都是个独立运作，互相合作，但是互相有连结，但是又可以各自发展的一个架构的状态。那时候面临非常非常多，不管是架构非常的 monolithic。然后要拆架构的问题，然后该怎么去跟其他产品做接接的问题，其实错综复杂。我相信这个考量绝对，它一定有它一定背后的逻辑。但不管怎么想，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毕竟我还是跟整个产品规划团队嘛，一起。那产品规划团队其实要求我说，hold the line，stay with me，就是说，既然当初赋予你们这个团队其实是一个 compensation 的角色，那希望你们还是能够继续做这个 compensation 的角色。那于是团队就是回到了原来的状况，然后继续做 compensation。那我相信听到这里，可能大家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是觉得陌生吼，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普遍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在很多地方很多情况都会发生，而这也是敏捷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大象能够跳舞，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大象不容易跳舞。对我来说，敏捷没有办法分到比较小的颗粒、比较小的力度跟比较好的分散式架构的话，其实是不容易发生的。不管是在产品的规划上面，或者是团队的运作上面，这个都不容易。那后来我的 mindset 其实换了，就是说我今天能够正经八百跟大家聊天，其实某种程度。我认识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第几次生命啊？那从字义上来说，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越多越好，要生养众多。那架构很复杂，你会需要越多的人去解决越困难的，因为架构越复杂，产品越大，那你发展的时间越久。你越难厘清其中的脉络，那你会需要处理的事情会越多，那你会越需要人海去填火海的状况就越来越多。而经年累月之后，很多人甚至已经不能够去理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这样子发生，因为只知道架构越来越庞大，然后越来越 heavy，我们需要人越来越多，客户的问题越来越多，那。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会代表什么？代表客户的需求是多的，然后钱很多。那第一个需求，那需要投入的资源会更多，于是才能达到一定的快速。
然后达到一定的交付，那这代表客户给客户必须付出的资源会更多。那在这样子的情形下，那如果 bug 跟 defect 多了怎么办？那我觉得这在这样子的发展情形下下面来说，哦，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我常常开玩笑，在产品管理的团队里面，我常常发现我们的身边的 product manager 跟 CPO 他们很多都有这样子的 mindset， 就是他们常也许认为自己是 Steve Jobs， 再不然就是在成为 Steve Jobs 的路上。这个是我常常在我这个是我常常笑笑的跟很多人分享的。这个 mindset， 这并不是一个批评，也不是一个揶揄，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很常出现的一个心态。那回到我经过这一些的经历之后，回到另外一个观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也许我们的组织很多时候不期待 product owner 得像 product manager， 这句话怎么说？因为他们会期待 product owner 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收到了需求就好好的 define story prioritize backlog 的人，然后能够尽心尽力的安排，让团队能够照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纪律去交付这些被交付的需求。那不管这个 Spring Goal 是有多难定，或者是会不会有 Spring Goal， 这某种程度来说，这可能是我们必须很多时候会遇到问题。换句话说，虽然是一个 Agile Team， 但是你可能也挂了产品团队的名字，但你可能在做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你也没有办法对自己的产品 有很多的自主权，那甚至你会有很多的限制，你必须要很多的对别的产品做很多的支援。这个其实就像我最前面讲的，我们必须清楚团队对在组织 的角色跟定位 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那如果你多做了其他的事情，或许以 product owner 的训练来讲，你多做很多事情，那对组织来讲很有可能是个加分，但也要看组织的文化跟氛围，它有可能也是个减分。而我认知到很多大型产品的 product officer 和 product manager，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可以是神一般的存在，因为他们可以握有很多的资源，然后可以羽扇纶巾一挥，整个大军就往那边走。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很常见的产品管理的团队或是 CPO 大概会有的行为啦，所以我才用这样子的字来形容。那 我过去的那段经历其实就分享到这边。我其实要说的是说，如果好好的照组织的需求体察组织的文化，然后认清 Prada 团队跟 Prada Owner 被赋予的任务，那好好的照着在这样子的环境去运作，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他你可以顺顺的符合组织期待，然后就去持续的开发。因为产品好不好，卖的好不好，跟就是 product manager office 的事嘛，那跟其他的跟 RD 跟开发人员跟其他的人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于是也是一个相安无事的 好策略。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可能会让大家的人生稍微困难一点。很多人其实说 product owner 是个 role， 但是 product manager is a job。 好，但是对我来讲 product owner 跟 product manager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如果
你对 Scrum 熟悉的话，Scrum 在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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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版本，其实是有 Product Owner，其实是有用 Product Manager 这个词的。但是因为考虑到在最早的版本里面，其实 Product Manager 这个字是最早的出现。但是后来其实因为考虑到，并不是每个组织都开发 Product，那他有可能是 BA、Business Analyst，他可能是其他的角色，他本身不负责。负责不是真的要生出一个产品哦，那所以才有 product owner 的用字的产生。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字斟句酌后来拿出来的一个结果。那对我来讲，Scrum 的 product owner 其实跟 product manager 没有什么两样。那但是比较，其实在国外有很多政府机构或是很多大型企业，他们其实很喜欢 SAFe 这个框架，其实因为 SAFe 这个框架，某种程度来说，对组织一般的 hierarchical 的那个组织，它的运作其实是，它的 impact 其实是相当相当小的。那在 SAFe 这个框架里面呢，它讲说，它很清楚的定义了 product manager 跟 product owner 的角色。我只是举例，那 product manager 要负责的是 product vision 跟 product strategy，那 Product Owner 呢，其实是 Product 的 Tactic。那什么是 Product 的 Tactic？Product 的 Tactic 就是那些 User Story、那些 Epic User Story 跟 Backlog。但对我来说，以 Scrum 从 Scrum 比较传统的 Scrum 的 Practitioner 的角度来说，我觉得 Scrum 的 Product Owner 他必须要有的是，它必须能够兼顾 product vision、product strategy 跟 product tactics，which is rough 是跟 product manager 是负担一样的角色。是，然后 product owner 必须让产品的价值最大化，然后他的责任其实就跟 product manager 一模一样。那他也必须参与他的整个的 life cycle。那 product manager 当 product owner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但是，Product Owner 在现在的很多产品里面，或很多团队里面，他或许必须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 Platform Owner，比方说像我们看到，不管是 AWS、GCP 或是 Azure、Microsoft 的 Azure 这些云端平台，它可能里面有相当相当多的云端平台的产品。那今天 Product Owner 可能是 Platform Owner。或是 feature owner，比如说 Office Microsoft Office Suite 里面的 feature，其中一个，比如说 Word 或是 Excel 的 feature owner，或乃至于它可能是一个 component owner，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开发一个技术产品，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 library 啊，必须要做开发，或是某一个 object 必须做开发的时候，然后被不断或是 SDK 不断能够被利用，其实 component owner 是一个，也是一个 product owner。那传统以 Product Manager Office 跟有一个 Product Management Officer 的定位来讲的话，以我的认知，我觉得他所在的角色比较像 Portfolio Owner。所以在现今，Product Owner 可以被放在很多不同的位置，然后做负担不同的产品的角色，但其实，Product Owner 被赋予的任务其实一直都没变，就是让这个产品的价值最大化。那这个产品的价值最大化是一个始终的目标，而在这么多的历练之跟经验下，我觉得好的产品绝对是好的团队合作的结果。那这个团队不是只有 Product Owner 跟 Developer，甚至 Scrum Master 而已，这个团队合作其实有包括一个更广的范围。而 Product Owner 的 Planning，我觉得 Product Owner 的 Planning 永远应该始于 Vision，就是说一个产品的开发，它必须一开始必须有一个简单易懂的指引，而 Vision 就是这个东西。那你要怎么找到 Vision？你应该要结合整个团队的资源，
然后去定义出这个 product 的 vision 是什么。那你要完成这个 vision， 你必须找到一些 concrete 非常 solid 的 path 来 fulfill 这个 vision， 所以你必须要有 strategy。 那通常说在做 vision 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工具来做啦，其实就是 product vision board。 那这个 product vision board， 它我相信熟悉 product 的管理的人应该都很，应该对这个东西不陌生。他在定义 vision 的时候，我们会有 target group， 我们是必须有 target group 的设定，然后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 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有的需完成的需求，然后用什么 product 来 fulfill，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 business goal 的要求。所以因为这样子的 breakdown， 我们可以想出这个 strategy 一定会有一个 target group， 然后就是我像我前面刚刚讲的，然后我们必须要经过，我们可以有经借由这个工具跟借由这样子的步骤来完成那个东西，然后让全部的组织，让整个 team光看一个 product vision board 就可以很清楚说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而战，为何而战，那我们接下来选的 strategy 是什么。那可以经由我们可以一起用那个 strategy canvas 的方式来定我们的 strategy。 好，那 strategy canvas 其实它可以是一个很久讲很久的题材，那有兴趣大家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那 strategy 之后其实就有 product tactic， 那 product tactic 其实对一般的 PO 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更熟悉的部分，因为 tactic 的组成其实就是这个 product tactic 的组成其实就是 backlog。 那 backlog 是用来干什么的？backlog 其实就是 product 的 roadmap。 所以我的建议是不光整个团队在做 retro 的时候，那其实 product backlog 跟 product roadmap 其实拿出来要对照一下，这个是 PO 的责任，那也是整个团队必须要有的共识，那来看看我们到底进行到哪里，那 backlog 跟我们 roadmap 到底有多少的 match， 有多少 on down 跟多少的不需要做，那然后再去精炼这个 backlog 跟我们的 roadmap，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做 roadmap 跟怎么做怎么样 create vision， 怎样 create strategy， 怎样 create 这些 tactic，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有一个技巧啦，就是我们可以做 workshop 嘛。我相信在对敏捷很熟悉做 product 的各位其实应该都很清楚，很多 workshop 很多方法都可以做。那 product roadmap 的规划，其实以我来说，我那时候在做 product roadmap 的时候，我其实是把其他 product lead， 然后包括我把 sales representative， 把 service and support 的人的代表，他们的 leader， 还有我们的 dev team， 还有 marketing 的意见，其实都找进来，然后它不见得是一个很仪式性的一次的会议，而是我在穿梭在各个角色之中去汇集很多的意见，然后跟同整所有资讯的交流，慢慢把这些把大家拉在一起的。但是其中有一个重点是在汇集了这么多的资讯跟沟通之后，跟沟通的过程之后，很多东西其实 PO 要懂得 say no，就是说需求都有，而且每个人需求都很明确，他们都有他们的目的，但是跟我们发展产品的方向，它主轴它的 vision 最终目标一不一致，有些是 short term， 有些是 mid term， 有些是 long term， 但是 vision 跟 strategy 能够 align 的才需要留下来，对整个团队的资源的运用跟产品的开发才有价值。那所以要习惯说 no， 很有技巧的说 no， 要深谙生态的
好好说话的 say no，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在进行所有的沟通跟所有的共识跟找方向的时候，请务必找出专业的 Scrum Master， 是专业的 Scrum Master。 很多人说 Scrum Master 可以兼职，我没有反对这个意见，但是我觉得专职的 Scrum Master 出来帮忙 host 跟 facilitate 整个过程，可能是对多数的组织来讲最有经济效益的一件事。最后我要说的是，产品开发过程每个 product manager 你的决定不见得永远是对的，尤其是越高的位 title 越好的 title， 我们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做出错的决定的机会，其实某种程度会更大，因为我们的考量可能很多，可能会掺杂了更多其他的商业目的，但这个难免。但最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在 Agile 来讲，或是在做，尤其在 Agile 或 Scrum 来讲，每一次的 Sprint 该放弃的要放弃，该认错的要认错。而对很多需求来说，在做 planning 或是在不管在做规划任何的规划的时候，在你收到这个要求的时候， PO 应该对该 say no 的勇敢 say no， 然后因为我们想要改变快一点，我们想要能够前进的快一点。那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也许敏捷开发的产品会跟我们的职涯会很像啊，就是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够非常非常的在每个求一个能够迅速的面对市场需求，能够迅速做出回应的公司，于是公司的 income 会多，大家薪水能够比较 stable。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只是拿到钱跟累积了很多 patch 的知识跟经验，也许救火我们 很完整，救火的经验 很强，但是 Azure 要的那种 creativity， 那种很 breakthrough 的那种竞争力，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无形的就让这个产品开发变得很迟滞，然后这产品的竞争性就慢慢慢慢的下降了。那我对我们的职涯来说，我们今天要做出一个 breakthrough 的产品作为生涯的里程碑，其实也会是困难的。所以不断的面对过去的自己做的决定，然后该毅然决然该放弃就放弃，其实是最低成本的做法。然后从中间开始学到之后赶快再起，然后快速的再把这个产品再投入 market 得到回应，在不断的修正，这个才是一个成功产品最终能够走向成功、占领市场的最重要的契机跟方式。那以上是我很快的对一个 product owner 大概在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分享。那最后其实我在 slide 没有写到，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在谈 Scrum 的时候，在谈 Agile 的时候，我们会谈 Epic， 我们会谈 User Story， 因为 Epic 毕竟比较大块，那我们会谈 User Story 的 breakdown User Story 这些，但是我们很少去谈 Theme。 那这是我在 PM Product Manager Office 里面我觉得必须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每个产品彼此之间，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 Epic， 然后都依据 Epic 去 break down user story。 可是 thing 是什么？如果产品是一个垂直的概念的话，我觉得可以把 thing 当成是当不同的产品之间彼此有类似的 scenario 或是类似的需求，
的使用的时候，那个横向的连接就是个 thing。而 product management office 在很多时候必须在运作团队的时候可以去讨论的事情，除了 APP 的分工以外，那在分工之下合作的那个部分的那个 thing 到底应该怎么定，资源应该怎么配置，或者是怎么样的互相合作，其实是另外一门学问。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希望这能够再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的 breakdown， 在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然后以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看看大家有什么想要一起交流或是一起聊聊的。好，感谢今天精彩的分享。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也要趁这个机会来问。不好意思，请教一下，就是刚才举例的那些 vision 那是对的举，那个有一个就是 sample 可以 share， 大概看一下，如果说是一个好的一个 practice 的话，它应该长成什么样子这样子。我觉得它那个在短时间应该是很难 share 出来啊，的那个。因为它其实开发是一个过程，你知道吗？就是生出那些东西，并不是说一个 template 交付出来，然后就大家进去填一填。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它是一个需要经过讨论跟很多 reference 的过程。但是会后我可以去把这些工具大概怎么运作去给大家参考这样子。那你另外请教是说，你应该最开始的时候有说，是不是你有准备一堆东西跟你们家的要去做一个 fight？ 那大概就是会跟他们谈这些事情，你们大概准备哪些实际上的一些资料，就是比较详细的，大概你们会用哪个方面去做这些整理，这样，然后整理完这资料再去打仗。好，这个东西其实因为 PO 就是 Product Manager Officer， 其实我们叫 CPO， 他其实有他的想象哦。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个产品。这样子的产品其实刚好我还蛮熟悉的，所以收集资料其实不难。就是有一些很大型的研究机构，它的比如说它一些研究报告，那我是真的有拿到那些研究报告，就是整个 market share 分布的状况，然后包括我具体来说好了，在这个产品的领域里面，在这我实际上去看了，我实际有经验的像Microsoft 的 Dynamic， 然后 Salesforce 的 CRM 系统，然后 Zendesk 系统， Zendesk 的 CRM， 就是其实 CRM 产品非常非常多。那 specifically for retail market 的大概有哪些大型的 retailer 其实有在用，比如说 Salesforce 在做这些事情，它其实有一些案例。那所以我去收集很具体的那个报告跟 research， 那也有很多台湾的调研机构，它有一些市场的报告，就是市场研究中心它会有那个报告，所以你可以很清楚说这个趋势，包括 Gartner 的一些报告，你都可以合在一起。于是你聚拢之后收集，你会具体的可以知道说，如果我们聚焦的是同样叫做 CRM 这个名字的产品，那大家有个 default 的期望，就是这个 market 它其实有个 default 的期望，是说你要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能帮我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那个 business 的 desire outcome 其实很具体很 solid 的，但没有什么好猜。但是我觉得对一个 startup 来讲，面对这么大型的软体其实是陌生的，因为Star 自己本身在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小规模，那很难去跟像我们其实是待过那种，就是很是就是
像 Trendmarker 也是超级大嘛，然后就是超级大型的企业跟集团，所以我待过的集团其实超级大，就是世界级的超级大，很清楚这些知名品牌，就是类似那种超级大集团，他们怎么样在看待这个产品，他们对这些产品具体的要求是什么。于是我们过去经验的那些 request 跟 requirement 跟可以 fit 的 scenario 跟 design business outcome 其实都会列出来给 product manager office 整个做参考。那包括具体每个客户他愿意花多少钱拿到在投资在这样子的产品，然后希望能够得到多少效益，其实都会需要去沟通。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没有那么直观，那最直观的其实就是 Apple to Apple， 就是说把别人的 CRM 产品或者是我们竞争对手正在开发的资料产品直接拿出来跟我们的产品的功能做对比。那为什么他为什么做这个，是一个一个去推敲去解释。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要思考太多的时候，其实 Apple to Apple 是一个蛮好的沟通方式啊，就是很具体打出来，就是人家做这个我们有什么。那这其实是一个，那人家没有这个，那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其实也都是需要有论证。那于是经过这样子的过程就可以去跟他沟通。但在也许公司在成长的过程面，它有一些不同的需求，就是说钱还是很重要啊，活下去是王道啊，那所以很难去拒绝很多客户的需求。但是因为客户的需求，然后不断把这些需求，其实也是有道理哦，你不断的跟很多客户去学习他们的需求之后，慢慢收拢进你的产品里面，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必须认知的一件事情就是客户百百种，那客户彼此的需求也不一样，那当你都收进来的时候，你都不 say no 的时候，你企图用结合各种需求方式来变成一个属于你挂这个名字的产品，而去获得在这个产业一个独特的竞争性的时候，这个产品是不是这样子的投资，是不是资源是不是太过，然后它真的会有竞争性吗？那它的维护其实有这么简单吗？那它可以小步快跑吗？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积极 say no 的原因。因为所有需求收进来其实是不断去验证这个需求在 A 客户身上发生，其实在 BCD 会不会有，而不是说 ABCD 各自提出他们需求，收拢起来之后变成这个产品样貌，于是我可以很骄傲的说，哎，我可以 fulfill 同样都是在做电商这些这样子的需求，其实并不是，他们的需求都有各自的状况。其实所以为什么 say no 掌握主轴，或是慢慢摸石头过河，了解说我的客户真正要的 business outcome 是什么，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敏捷某种程度它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就是能够面对，慢慢的面对市场的变化，而不是一次你投入很多资源开发个一年，然后 boom 把你的产品丢出去，然后接着面临到你开发了100样功能，然后很用心的去做了很多分析，然后开发了100样功能，然后工程师也开发很辛苦，但丢出去可能客人只用不到10样，然后多数 90% 根本就是浪费的这个过程。那这其实跟传统的 product 的 development 跟 product 的 management 是有差别的。那我觉得 Prada 比较传统 Prada Management 很难去轻易浪费掉一个产品线，或是割舍掉一个产品线。我们从台湾的很多企业的产品其实可以一窥端倪，就是很多产品其实它的产品线是不赚钱的，可是它有一些商业目的，它有可能是 Brand Presence， 那它必须要陪着对手
一起做一起玩，那他必须推出去，但是真正他的核心代表他这个品牌，代表他这个应该说这个产品团队了，还是最主要的就是那几个产品，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投注跟投入的心力该有的东西。那至于其他的，我觉得这可能跟 Agile 比较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掌握主轴，确定自己的 data， 确定自己的 product 的走向之后，其他就是怎么合作的问题。那这个合作可以是不同的产品，然后这样子才比较容易生存、啊、我是这样觉得，然后甚至能够 pivot 的比较快。不知道啊，什么？非常感谢，非常有用，谢谢。哦，好，好，那还没有谁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提出来？没有，大家都很客气。那还是我继续问，我问题好多。你会有遇过像刚才这样讲，就是以原本的之前 fight 的那个 scenario 来看的话，你可能会有愿景，到后来你们会有整个愿景某部分被整个都直接拆掉 reject 的情况发生吗？有啊，有啊。这个案例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这应该蛮有趣的。这个完全发生在我身上。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 team 的 vision 其实是就是以 consumer data， 就是 end consumer 的 data 为中心去发展，符合我们的 customer 的 need 嘛，就是说他可以去掌握他在这个品牌活动的 end consumer， 他到底他的兴趣是什么，他为什么留在这个品牌，然后为什么一直使用服务这个东西。那我们一直觉得在资料产品的团队里面，其实整个 CRM 产品的核心就是我们，但是我们的 vision 一直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借由我们开发产品的这个，借由我们开发出来的产品，能够让客户从使用这个产品对他的经营有个 glance。这个是我们 data 产品的 vision。 那我们不明说这个是 CRM 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客户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客户关系的管理跟维护，其实他们就是想要经由经营的状况去更能知道说我把钱丢在哪里，我能够去运筹我的客户的资源，这样子。那我们所以我们在跟我们的CPO 或是其他的高层去做 present 的时候，我们其实拿出了很 solid 的数据、哦、因为我们是数据团队。那数据团队我们做的事情其实也实打实，就是我们做出了还蛮漂亮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跟一个，然后并且实战的用在很多 campaign 上面，让我们的客户其实非常非常的讶异，就是他经由我们跟我们的互动跟合作，然后获知巨大的收益跟成果。那我不能说是谁，那原来他可能每次 campaign 一个礼拜可能赚80，可能他的营收他了不起就80万，可是我们团队花心力去掌握我们前面那个 vision， 然后依据这个 vision 做出来的那个 product 跟 model， 然后去让他应用之后，他整个 campaign 达到一个月从每次的 campaign 一个礼拜的 campaign 从80变成500万，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啦。然后但是我们的走向就是尽管获至巨大成果，但是还是被否定掉了，就是因为这个对产品开发来讲或许偏离了当初设定很多功能的主轴，但与那个主轴不相干，当然你的 vision 就不会 formally recognize， 然后接下来你就走不下去了，你就还是要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是你还是慢慢要回来靠拢，
因为那个才是那个已经定下来的发展主轴，才是他要发展的方向。不管你如何去证明说，也许 我已经获知了成果，就算董事长说，哎，这个 team 真的有做出一些东西，但是很可惜，还是在这样子的氛围下，你还是没有办法去继续发展出属于这个这样子的东西。OK， 主要的还是抗争失败，所以被迫把自己的 vision 没有没有，就算整个团队，就算整个团队都赞成，然后也都投入，也都成功的获知，但是其实环境就是组织就是这样，组织有组织的想法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贵的经验啊，我觉得是一个可贵的经验啊，就是。你应该这样说，就像我一开始的第一个 slide 第一页 slide 讲的嘛，这一切的过程都是个学习，都要很感恩，就是你不管你在觉得怎么样证明，怎么样处理，怎样觉得是对的，可是在很多的考量之下，resource 的 owner 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考量， business 还是有 business 的想法，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对，就是政治立场来的时候，有时候 no 不是那么容易说出口。对就卡壳。很多组织还是产品的发展，其实还是八分政治啦，不是七分政治，是八分政治。好，那除非你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很现实、很理性的环境，但我相信不管多现实、多看 performance、多理性的那个 的团队，其实这个还是难免的、啊。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其实这样听起来会比较是就是政治上面的这相关的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容易达到这个目的。那以刚才来看的话，是目前这个是一个你抗争失败的一个结果嘛？那你觉得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主要的 factor 会导致说，因为你已经都拿出一个很漂亮的数字去跟他去做一些讨论，我相信我们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也可能采取跟你一样的做法，就是找一些这样的资料去跟他上面的人去谈。那你今天如果说就是遇到一个这样失败，你觉得主要有没有什么就是原因或者是主要的契机，可能觉得在做一些什么，可以如果回到当初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然后可以帮助你真的去改变这个结局这样子，然后可以给我们学习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遗珠之憾。有点我其实跟我一起跟我同样的 peer 的有一个同事，我觉得我相当佩服他，那他也非常非常的厉害，他是另外一个团队的 PO， 大 PO 跟我一样，那我非常非常佩服他，就是说 我觉得他的才华不在任何人之下，可是他的身段之柔软，他带领团队在运作的时候跟各种跟许多人的沟通，最主要是我觉得那个 train 在他那边、啊、就是他能够很快速的让整个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的人可以了解到说，在某些上面你必须要仰赖他，他是一个他跟他的团队其实是一个不可以切割的，无法切割，你必须要非常仰赖的一个 resource 跟资源。然后不让他做下去一定是 巨大的损失。那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陆陆续续就慢慢得到很多的更多的 presence 在更高的 management 前面，那于是他的 influential power 就是慢慢的扩大，
那不也不会有这么，其实我的方式某种程度不见得是对的，就是说，但虽然你举了很多事证，但是很多事情其实一翻两瞪眼，就是它某种程度就是一个黑，不是黑就是白。那是不是能够很多很多情况是不是能够像我们很习惯的不是黑就是白这样子？未必，也许再换个方式来做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我们建议，我们又建议是不要这么快的把我们的 vision 或是这个东西推出来，而是说慢慢慢慢的去提出说，我们两个团队可以怎么样更加合作，去把你的东西去完善，然后也许改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走，那而不是我们当初采取的那个很多 solid evidence 就直接摊在那边说，哎，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对，然后那个味道好像怪怪的等等的这样子的讲法，那也许会有一点点机会，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然后对，然后绝对要结合 key account， 就是有 account owner， 想要找盟友。早期的在一起革命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直接出去，对对对，了解，这样子会，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虽然我们的确获致很大的成功啦，但是因为很短期内的巨大战果，其实某种程度不见得是好事，就是在有些组织里面未必是好事啊，lay low， 然后有时候 lay low， 然后慢慢发展。然后让一些成果不是那么快的，应该说该怎么想，不会那么快的被放大检视，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成果，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OK， 谢谢。Be subtle。 对，好，对，谢谢，我的问题结束了，谢谢谢谢谢谢。好，那还有别的问题吗？还有人想要再多了解不同面向的？就聊聊啊。哎，对，一起来聊聊哦。难得有这种活生生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借鉴一下，这样子。有没有哪些 PM 想要把自己的状况来对照一下，这样子？好，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事后可能就是联络我，那我可以帮忙转达。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那也希望就是说下次如果开始办实体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在新竹的朋友的话，那也可以踊跃参加。那今天活动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非常谢谢，谢谢 Speaker，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